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他开始巡逻了吗？目前影像部分可能还有点问题，所以想说先做，可以到各个房间去做，目标的房间去。好，队长刚帮我们解释了，不晓得我们评审老师们是否都有听到。那因为现在他们希望机器人在这个阶段，就算没有办法达到每一个紧急事件处理的消除，但是他们可以进入到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房间，是不是进行巡逻这样子？没事，好，没有撞到。好，他是否侦测到这个房间也有火警发生呢？他离开了。好，撞到了。好，现在队长需要再进行维修吗？好，拿出了电脑，时间剩下8分10秒。其实，在上午整个竞赛当中，云科大的队长都一直在机器人出状况的时候，坚持要维修完成。那今天下午，其实他们也抱着可能机器人没有办法完成每一个指定项目的内容，那还是坚持继续参赛。队长有3分钟的时间可以进行维修，同时间其实评审老师也在进行做这个观察。如果有3位评审老师都举了牌子，也就代表他们认为这个机器人必须放弃参赛的资格。但是在时间之内，其实队长还是有3分钟可以进行维修。现在云科大的队长在进行城市的侦测，哦，你们队员都好紧张哦，都不愿意坐下来。好，重新侦测，重新开机了，这是重新侦测了吗？连接，你们刚刚吃过饭了吗？不敢吃饭，对不对？吃不下饭，他们把这个比赛非常的重视哦。刚刚中间5场休息1个小时的时候，紧张到完全没有办法吃饭。其实从云科大上午以及下午参赛的态度就可以知道，他们非常重视今天整个智慧型保全机器人的竞赛。那队长已经进去会场里面，大概有2分钟的时间了。它还在进行这个连接侦测的部分。时间剩下5分40秒。可能队长要把握时间喽，3分钟的维修时间即将已经要接近了。而我们这一组能够进行比赛的时间，原本的10分钟也现在剩下1/2的比赛时间。
好，我们现在现场已经有五位评审举牌了，非常抱歉，云科大同学，在这边可能要宣告取消资格。我们给云科大同学一点热烈的掌声，好。